颖儿33岁生日和傅星博大秀恩爱，素颜出镜状态比景甜和陈妍希还好。对于颖儿和傅星博这一对，应该很多网友们都不陌生吧。颖儿出道多年，前几年还是很有人气的，演出的很多影视作品收视率都非常的不错。后来嫁给傅星博之后，颖儿结婚生子，拍戏的时间少了很多。最近两年关于颖儿和傅星博的作品并不多，关注颖儿的网友们都知道颖儿并不经常秀恩爱。12月12日，颖儿罕见晒出了和傅星博秀恩爱的一家三口照。12月12日是颖儿33岁的生日，生日当天傅星博为颖儿准备了生日惊喜，好友景甜和陈妍希也到场送上了生日祝福。从颖儿晒出的照片中，颖儿抱着女儿，傅星博对着颖儿的脸甜蜜一吻，夫妻俩结婚多年真的是甜蜜依旧啊。不得不说颖儿瘦了之后是真的好看，素颜出镜依旧是大美女。从晒出的合照，素颜的颖儿状态竟然比景甜和陈妍希还好。不过三人都是大美女，和美女在一起真的好养眼啊，你们觉得呢？